我呀，去找我老大玩去喽。哎，这不是小刺猬吗？哎呀，你这刺还挺好玩呢。我呀，统统给你拔下来。嘿嘿，我呀，先拔这个，然后还有这个紫色的，把你这个也给拿下来。这个还有它，我统统呀都给你拿下来。走喽，去找我大哥玩去喽。终于醒了，去找点吃的。啦啦啦啦啦，这，哎呀，有怪兽呀！啊，怪兽在哪儿呀？在哪儿？你不就是怪兽吗？贝尔公主，你看错了吧？我才不是什么怪兽呢，我可是小刺猬呀！哈哈，你要笑死我吧？你才不是小刺猬呢，你身上连刺都没有。啊，没刺，我的刺呢？哎，这地上好像是你的刺。对，是我的。你贝尔公主，你能帮我安回来吗？我不要，我才不做好事呢，就算我做了好事也没有人喜欢我。哎呀，不会的，只要你帮我安回来了，大家都会喜欢你的。啊，真的吗？当然了，那好吧，我现在就帮你安回来。我呀，先安这个红色的，然后是这一个绿色，还有这个橙色，最后是这一个紫色。好啦，现在我已经全部安装完成了。谢谢你啊，贝尔公主，你可真是一个